家好，欢迎来到小胖的实况室。今天我们要来开箱这台 ASUS 的笔电，它的型号是 X540S。好，开始吧。好，那我们从这边开始开启。好，我们来画下人生中的第一刀吧。哇，有了有了有了，终于可以看到了，哇！就旁边超帅，好，终于可以看到真正的，哎，他有送包包，哎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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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着啊，装到什么？然后这是 HDMI 和一个 USB 3.0 和一个 2.0 还有一个耳机口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开机测试看看吧。好，现在已经开机完成，现在我们来设定一些一开始使用的设定吧。这台采用的应该是 Windows 10的系统，很明显的看得出来，跟以前所以往的 Win 7 Win 8都不太一样。好，这些就可以选一些你的